斑马线上，一位拄着双拐的老人走路非常缓慢，仅走过一条机动车道就花了大约15秒。此刻直行车道的红灯即将变绿。我们所有的司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来了，当时马路而且车又多，你肯定要让一下噻，很突然的那个很随意的就让了。